我不反对看文艺片，不过这一部太现实了，看着有点心塞。那个妈妈真能吃苦。我还蛮有感触的。我爸刚去世那会儿，紧接着我爷爷就得了癌症，把钱花光了。我妈是农村人，只读过小学，全家开支就靠她打零工维持。你妈真不容易啊。她很坚强，也很能吃苦，经常是一个人打几份工。高中的时候，我想辍学帮她，但她不同意，说我成绩好，可惜了。那上大学之后，基本上就是你养家了。我和我妈一起挣钱，只不过我在北京挣的比较多。我妈身体并不怎么好，但为了我们，她一直苦苦地撑着。所以你叫季黄，是你们家人希望你像竹子那样快快长大？那倒不是，我爸妈都是苗族，竹子是古代苗人的图腾。哦，那你呢？小时候乖吗？我还算乖吧，反正我是独生女嘛，我爸妈都还挺宠我的。我们家是母系社会，什么事儿都是我老妈说了算。至于我自己呢，就经历普通，学业亨通，从小没吃过什么苦，也没打过什么工，一直就是上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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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次当老师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不过当然了，工资也得交一半给家里边，算是帮忙一些家用吧。家里多一个人挣钱，那日子不是好过多了？我这也就刚拿了几个月的工资，说起来还是家里贴的更多呢。就你一个孩子，不贴你贴谁啊？这里新开了一家花店，过去看一下。老板，我还要那朵。哦，这个是精华。我知道。你喜欢玫瑰吗？本来挺喜欢的，不过自从上了关老师的文艺理论，何彩虹同学，请你谈谈玫瑰的符号意义。这玫瑰花它不是玫瑰花，它就是空洞能指。空洞呢？摸摸这花瓣，闻闻这香气，还有叶子旁边的刺，明明人家很真实，很丰富，很千姿百态的存在着。你看每一朵玫瑰都不一样。我是哪一朵啊？这一朵。这根本不是真的。所以永不凋谢。你的每一句话如你的存在，就算梦消失在人海，遇见了你以后就不再徘徊。我相信你也会给爱一个期待，于是最沉重的爱我
家了。今天谢谢你的话。不客气。晚安。明天见。彩虹，妈，你这么晚了在这干什么呀？给你打了多少电话你也不接？手机可能没电了。那人谁呀？啊？同事。同事。嗯。回家。走啊。嗯。爸他回来了吗？没回来呢，说白天挣得少，晚上又出去拉活去了。哦，这刚才给你煲了莲子汤，都等你等凉了。谢谢妈妈。谁送的花啊？还能有谁？东林呗。嗯，东林送你一把花儿，还弄了个假的绢花，这人也够抠的啊！这还有绢花呢？这哟，这还真是有一朵哎！妈，你眼力真好，东林送这么一小把，还不够一打呢。送11枝，那是有寓意的，啊，一生一世，一心一意。那比12枝强多了。哦，是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要不还是说妈妈博学多才，这也懂。那是，切，你没看看你妈是谁呀？切，这种小伎俩我见得多了。小的时候你那几个表舅，哎，哪个不是？哎呀，想尽办法的给女朋友送花啊！啊，这种事情我看得多了，哪像你爸呀，土鳖一个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就知道送话梅糖。那我爸送您话梅糖，您送他什么呀？我，在我心情愉悦的时候，我可以送他一个微笑。彩虹啊，女孩子呀，在这种事情上要矜持一点，知道吧？不能人家给你这么几朵花儿，你就觉得要怎么样了似的。再说了，什么东西啊，这么几朵花儿还搭上个假的，哼，哎，打发丫鬟的吧。妈，不早了，休息吧。啊，站住，你还没跟我解释清楚呢。啊，这花到底是谁送的？东林是这么小气的人吗？彩虹啊，是不是跟东林闹别扭了啊？哎呀，两个人谈恋爱，男女朋友哪有不磕磕绊绊的？哎，吵个架拌个嘴都是正常的嘛。啊，哎，只要你找到他好好说，是吧？好好的交流，这问题解决了就完了，重归于好了。哎，你不能这个样子，吵个架你就去另投怀抱，那你要后悔的，知道吧？妈，我跟您说过多少遍了，我跟他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啊。你跟东林不是男女朋友？不是。那行啊，你告诉我这花到底是谁送的？那小子？我自己买的呀。我喜欢玫瑰，然后我路过那花店就剩这么多了，老板说20块钱都给你。哦，你还嫌不够，然后又搭了一只假的。啊，那老板看我长得挺可爱的嘛，送了我一朵绢花。那你为什么告诉我是东林送的？我怕您多想喽。行了，彩虹，你妈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出来。说吧，那小子到底是谁？老实交代。他是我的指导老师，
我是他的助教，我就是平时帮他监考改作业，我还修了一门他的课，所以呢我得跟他搞好师生关系。你还修了一门他的课？嗯，我看样子他没比你大几岁呀。是啊，才大三岁。妈，我跟你说，他可厉害了，是那个名校的高材生副教授，而且还是学术带头人，学问做得特别棒。哎呦，这么高的人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呀，他姓季，就是那个季节的季，叫。妈，你打听他干嘛呀？嗯，我得知道啊。我感觉他在你的眼里，那是那这么高的一个老师，那你怎么着也得请人家来家里坐坐不是？妈就说你情商低呢，人都送你到家门口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也不请到家里来，那怎么着也得吃个便饭呢，就算喝杯茶也是好的嘛，是不是啊？嗯，那今天就算了吧，太晚了，下次啊。妈，我进去插花睡觉了啊，晚安。哟，你亲自插花啊？啊，妈，你快睡吧啊。有情况。